天大的好消息，我买的这个滑轨已经到了，而且呢才四五天时间就到了。还要收关税吗？对。多少？267。要签名吗？这从美国寄来的。我告诉你，我们的影片里面要是有这个滑轨，可以拍出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效果，而且我可以做出4K 的这个缩时摄影跟4K 的这个 slow motion， 太酷了。看一下。这个就是这次购买的明信，总共1027块钱美金，1027块钱美金，这次的明信 ，OK， 哇塞！首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的套件 ，Slider One 里面的套件 ，OK， 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拿出来，哇塞！好，接下来我就先来研究一下。那先来拆本体的 Slider One， 噔噔噔噔，哇哇哦！噔噔，这个就是 Slider One， 好小哦，超酷的，你看。它可以直接在上面滑。哎呦，它有阻尼是不是？它的体积非常的小。Slide one。OK， 我们慢慢把它组起来好不好？然后这个是什么？哦 ，motion module，motion 就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电子云台的部分，电子滑轨最主要的动力系统在这个地方。噔噔噔噔，哦，哇哦，感觉好像有一点精密的感觉。然后锁在上面吗？哦，我知道，它锁在上面之后，然后靠这个转。然后去带动下面的这个云台，所以这个是直接这样转在锁在上面。但是呢，我要稍微研究一下要怎么用。OK， 慢慢来，慢慢来。然后它就是用蓝牙去，用蓝牙吧。大概知道了。噔噔噔噔。现在我要先研究一下，待会再回来。好了，我刚稍微研究一下。首先呢，因为它没有另外卖 Canon 电池，我们要自备一颗 Canon 的电池，然后它的型号呢是 LP16 系列的，然后呢装上去的时候，它就会侦测，然后自动启动。哦。装好了，可以放在上面。哦，这样就可以合在一起了。这样两个 Slider One 跟 Slider Motion 这样就结合在一起了。把它锁紧之后呢，它下面的马达就会带动上面的云台。你看现在已经锁，已经动不了了哈。蓝牙胜利什么，直接就已经连线了。然后现在左右两边可以设定它的速度、快速度，然后大概，然后如果 A 到 B 点，然后。欸，他在动了，已经在拍了。欸，有人听到说有新玩具，
马上就跑来啊！我们去吃乐雅乐。因为乐雅乐的这个食材呢，它端出来，第一个它的盘子啊，里面的食材都有经过排列，灯光比较好。对，它灯光比较好。然后这边乐雅乐刚好在窗户旁边，所以我们用自然光。然后天气不太好，天气现在不太好。Hope that you would understand. I think that if you get to know me, you see I'm way more than nice. I wanna hold you, let me feel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I'm more than just 9 to 5. Everyone's gone, it's only you and I. Looks like we'll be staying up all night. Time to play, what you say, I'm here for you. I'm working overtime.Come on, let your clothes drop down to the floor. I wanna see you moving slowly to the music. We'll be dimming the lights. 这是另外一个云台，算是多功能的云台。然后，我在网络上跟他买这个电子滑轨的时候顺便买的。哇哦！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的产品呢，最主要它可以帮助你在有时候你在用三脚架的时候，最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脚架架完之后高度不够，要再微调啦，然后或者是要俯仰，那个相机要往上或俯仰，或者是你三脚架架好之后，你相机要往正下方拍，你三脚架没办法拍，然后甚至会去拍到你的那个两只脚。那这个东西，这个脚架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现在把它拆开来，第一次使用，试试看 ，cool。然后呢，它就可以这样子 ，OK， 这样子架起来了，然后它就很容易可以调整这个高度、角度。你看，可以甚至可以这样子。可以，我可以拍正上方，我可以拍正上方。无论滑轨在移动的时候，电子滑轨都在移动的时候，它可以拍正上方，也可以拍正下方。本来我中间这里是放空拍机，但是因为最近比较少的空拍，所以我现在把我的电子滑轨放在中间，刚刚好。然后我的6300放这里面，这里面就放我的 Canon 8D， 差不多这样子。其实空拍机也放得下，如果这边放个保护，这边再塞进去其实是可以的。最近真的工作太零散，事情很多，然后琐碎事情太多，所以可能在 Vlog 的部分没有办法做很完整的这个剪接，时间上可能会跳来跳去，但是我会希望说能够在这影片里面尽量能够呈现出一些新奇的事物，好不好？我现在星期五，我现在要回去，因为我今天答应我小儿子早点回家，然后我买了这个指尖陀螺给他玩，他说爸爸我们赶快回去，他说爸爸晚上要早点回来陪他玩指尖陀螺，来用、我们要开一个秘密，什么秘密？人家早就知道了，你都不先简介一下你就这样开了？我有讲啊，今天在公司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我在 PCO 买的两个，一个白色一个黑色，一个白色一个黑色，拆开来试试看、我还没有玩过，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我知道怎么玩，你玩过吗？我之前玩过，这个直接撕开就好了，不用那个、怎么玩？就这样转了、对啊，我教你。这个是有磁铁，是不是？怎么感觉好像有磁铁？有那个重力。这样子啊，哎呦，它飞出去哎！会啊。
然后嘞，那、啊、就这样子就好了。它也可以这样子啊。所以现在这是什么？对了，自己的生生命。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的 ，baby。哎呦，就这样转了、啊，那、啊、这样有什么好玩的？它可以做个特技。你看不懂这个有什么好玩？这个会夜光的，你把灯关掉看看。哇哦，超亮！哒哒哒哒，厉不厉害？所以他这要转快一点，是要怎么转快一点？对啊，大家应该看不到。哎呦，因为我的太暗了，我是黑的。今天 vlog 就拍到这边了，跟各位说拜拜，拜拜。Just 9 to 5.